家庭变战场，金手足变四对头。形容一下你哥哥，你对他的情感怎么样？有他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他。真的是像透明人一样，就是他走他的，我走我的。他就拿菜刀出来威胁我，就说就讲话不要那么过分。他把我的鼻梁打断，姐姐把房子又拿去贷款，然后跑去他们婆家去理论。那姐姐回来不分青红皂白，也直接扇我一巴掌。我觉得他都是误会，两个都是我的宝贝啊。没有，他都偏心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